嗨，各位屏东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登宗盛，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啊，就是呢有一天呢夜阑人静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则简讯，叮咚，然后我一拿起来看，我伤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我女友传来的简讯，她上面写说我们分手吧，然后我看到了，我很想马上回电给她，突然又听到叮咚一个简讯，我拿起来看，还是我女友的，我那时候想说她是不是后悔了，没想到那封简讯上写说对不起，我发错人了，然后我彻底伤心了。